妈也好饿啊。雪莉早安。哎呀，雪莉，就叫我删掉游戏，结果哎，账号，哎，账号还没拿回来，难过了。多多安安啊，听说你叫多多是不是？我的妈呀！我不知道你没绑，没有，我有提前问说账号这样还找得回来不是吗？啊，好难过啊！我妈安安，火速安安，难过，难过多。冰河通道，我们要去吗？Devil 哦。果子安安，好久没坑了啊！没办法，我平常这个时间都睡烂了，其实我现在还没睡啦。百合鸟安安，什么那种冰蓝色啊？冰蓝色安安啊！番茄安安，橘子虾安安，林安安。如果有找回来记得绑，我一定绑，我肯定绑干。我想说，有客定一定拿得回来，我也笃定啊，我都花钱了还拿不回来，怎么可能？但是又有鬼啊，怎么可以这样子，对不对？那先下去啊，看一下哦，武器店，然后。狙击枪，让人生的棋，我怎么会缺这个东西啊？对，我都没抓哎，北齐。Y I N G Y U E 2040班安，今晚你没加班？哇！我想说，你不是都说在加班，想就是没找你了。小博安安，你的名字会让我想要瞄他的朋友哎、欸，没有啊，他没有啊，我，没事没事没事，你脚要断了怎么了？哎呦，这只鱼是脑袋透明的鱼，太平洋童眼鱼，对，这只。今天都在看泰拉勒亚新的东西，哇，他改了超多东西耶，搞到好难睡哦，搞到根本没法睡。哎呦喂呀！拿来去干正事。今晚你家人良心发现。我站很久，然后回饭店，朋友说我要疯了，对不对？李子安安，你知道吗？我每次都是 CWT 嘛，我都是站在外面，结果站都是站一整天，然后导致我每次 CWT 腰都真的也是断掉，久站嘛，然后腰又很痛。我以为账号没回来，睡不着觉，也算是啦。啊、不要！哎，你知道吗？我的！我射你啊！啊，射！哎，你想话以后再跟我说。没有，现在就在等阿静回来啊，那伺服器阿静开的啊。我看龟龟又在玩
打 A， 说不打 A 的人就打 A， 咕噜什么？看啊，好，我看一下哦，43分，我们44分开始好不好？啊，跟我讲说好久不见啊，结果一来就搞我，是怎样？咕噜，啊，44分哦，44分，咕噜，咕噜噜噜噜噜噜，咕噜噜噜噜噜。我们去坐地铁，坐了6站，我整个站了6站，才6站，你6站花了多久？你6站花了几分钟？咕噜。苏苏安安，哎，不是啊。应该去抓鲨鱼的咕噜。但是很久哦，好吧，咕噜。爱茶的安安咕噜，可以不要趁现在还在兑换时间跟我打招呼吗？咕噜，这有什么办法？没办法，咕噜。你明明刚打招呼过了，还想假咕噜？好，那时候也是从台大一路，也是那时候几乎也都是站着回来啊，所以我隔天都是铁腿，根本动不了那一种。咕噜，以为我很可，没有啦，敲死你咕噜，敲死你水母咕噜啊！不是会睡觉、哦，有了，敲。咕噜啊！繁星能帮我想一下下一个要用的色尾吗？咕噜，啊，我不知道你缺哪只色尾啊，咕噜。哎呦！啊，那就卷卷耳吧，咕噜。哎，一天没玩宝可梦睡，怎么有点难过啊，咕噜？哎，好想，好想知道我今天有没有色尾哦，咕噜。他要啥意思？我不知道啊。他常常都去抓一些色尾，一直说遇得到啊，我就没遇到。
那不然就是全部的彩本碟啊，咕噜。哎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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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咕噜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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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咕噜！哎，49分了，咕噜没了，好了好了，结束了好吗？结束喽，咕噜！哎呦呦呦呦！哎，之后有那个小奶仙吗？哎，肯定只要粉色跟那个草莓头。哎，小仙奶交给你们了，我没有玩那个剑盾，交给你们借我补图鉴了。啊，不是补图鉴啊，拿来玩。对啊，全部异色的，哎，疯了，奇怪，浪人生嘞。补啥图鉴？不是补图鉴啊，就是拿来养。啊，你很大只哎、欸。你有全异色的，你是疯子，你不能拿你跟人家比。哎、欸，有了有了，就是你，刘西弟。哦，我抓到头哎、欸，哦，好痛，还丢力，无法度，嘣啊，死了，靠！那、啊、他就疯了啊！那时候还问我说教主要吗？我说啊啊，你怎么有了？教主晚安，为什么突然晚安？还是遇喵喵色尾，喵喵色尾还好吧？啊，你没有哦、喔？那你去吃一般遭遇，去那个啊，那个哪里？一般遭遇去那个什么，那叫什么？那个菜市场百货那边那叫什么？忘记了。波平市的那个百货。不行了，吃豆腐没有、啊？那边有喵喵，有百变怪啊，孩子一般系是谁？忘记了。一家属那边不是有三只一般系的可以遇吗？你就去那边吃一般遭遇去遇这三只啊。人家是玉三家，你去玉三子。爱丢力，无法度。人讲感情的路歹勉强，只有你将四下扛。
啊，他也只能死哦，好吧。已经拿起钥匙了，什么钥匙？嘣，嘣！我敲，我敲，我敲敲！哎、欸，啊 ，biang， biang， 啊死了，被玩死了！怎么搞猪版神兽？今晚安安，怎么搞、哦？你是要问认真的还是听干话？没会员没办法交换。哎、欸，哦，没事。我想说，好像日版那边有什么有三天的免费会员，是不是？我要留这个炸弹。让我感情的路来绵长。都来，你要找一个有猪版的。哦，谢喽。啊，认真的是这个。啊，干话是。你要一个猪版的朋友，被谬中，缺那啥月的什么轰鸣月哦，还是什么月？8月20有免费的，哦，这么好。哎、欸，这是哪？哦，这边是打遇到鱿鱼的那里。你有传 DC？ 我知道啊，不是那时候我看到是说什么日版先有是不是？看，为什么想要月月熊？哎、欸，其实。真的，那时候玩麦块后啊，就觉得一般系真的是很猛哎、欸。虽然当时我也在该说一般系不好用什么的，可是真的用起来，我觉得一般系还是比较好用哎、欸。简单暴力，好了，看来不能再拿了。我想说去解主线任务啊，捡枪。进化六只月月熊啊，月月熊哦，我想要圈圈熊，去那只暴飞龙的骨带走。嗡嗡，
哎、欸，怎么？哦？你好像有多的多什么？哎，怎么走不到海龙宫啊？可恶！红原安安，哎，我跟你讲，我不在 DC 说我们要拉一个小群组说，如果那个宝可梦睡，我们谁用到了色尾，就要把他踢出那个小群组里面。看来我是不用做了啦，有没有？我直接啊，连游戏都没得玩。我看到一堆古代总交换条件是多米尼亚，就是伊瑟赛夫号。多米尼亚不是那只贵宾狗吗？我的睡怎么了？哦，因为最近一直有遇到一个 bug， 就是很多人遇到一个 bug， 就是文字都显示是空白的。啊，我今天比较急，是因为那时候已经八点多了，我想要去楼下睡觉。然后于是看到两个干爹是说，一个是说删掉看看，另外一个是说他是卸载游戏再玩，再载回来就好了。结果我有先问说这样子资料找得回来吗，还是什么的？想说他们都没有回，应该是安全吧。于是嘞，我就卸载了，然后装回来的时候发现说，他问我账号要继承，我说哈，我没有继承到，哎，怎么办？于是咧，我的账号现在就是还好氪金啊，现在有在请客服帮忙找回账号啊，对吧、啊？现在是这样子啊，所以我现在已经一整天没有我的卡比兽饿了一天了，我好担心他、啊，早餐、中餐、晚餐都没吃。哎、欸，你也会断，你也会闪退，对不对？我每次点好友就会闪退，如果要回来的时候。汉室吧，哎，什么汉室？匡复汉室吗？那我们今天来解主线任务啊！所以我都不知道我的好友帮我拿到了什么糖果啊。怎么中？可以透过手指可以跟家境购买，然后咧，我要怎么中？确认，确认，确认。不知道怎么买，加金是谁？他不是加金吗？哎、欸，古墨，哦，加金是那个老板娘。但是今天刚好换营地的教主，对啊，就是今天啊，各种马，哎，各种机车的事情集结在身上的那种感觉，我就觉得很烦啊。我今天就是11:50的时候再打开信箱看没有信，然后刚刚5:50的时候再打开又没看到信，哎，好烦躁，好烦躁哦！完了，出发！哎，登录游戏要更新，我今天卸载重装的时候就更新过一次，哎，哦，有酷酷的鱼，
有太平洋童眼鱼，这你没用了。嗯，还有什么？一星的丢掉，丢掉。认可，他有个认可哎，你嘞？孔雀鱼，吃吃安安。啊！啊，怎么有？哦，好，解谜耶！虽然感觉很简单啦、啊，这是能拉吗？不是，那这个可以拉吗？哦，怎么拉？怎么拉？怎么拉？绿绿的。可以推是不是？什么意思？蓝色、黄色，不用跟我讲遇到谁啦，我不想听啊，我不想听啊，没有兴趣啊。哦，黄色。对啊，啊这嗯没事哎、欸，哦拉了是什么颜色会降是不是？然后去上面碰，蓝色绿色升起来，啊不用跟我讲遇到什么色尾，我只会觉得你们在嘲笑我。啊，我都没遇到，好不好？玩了几天了，玩了快二十天了，没有十天了。哎、欸，他是说我要避开他，还是要打他？有人同时遇到闪胖丁，我昨天才遇到两只宝宝丁，宝宝丁，我以为而且两只都贪吃，我以为是色尾，但是不是，哎，难过了。古代人鱼族，古代剑木，什么意思？在人鱼族，人鱼族剑木，啊，剑木有了，人鱼族，啊，那就是这个位置咯。你哪骂啦？剑木啊，剑木是这个啊，啊，人鱼族。嗯，哦，对焦啦 ，XZ， 哦，安内啦，白目，感谢发喽。没有，你们同时拍到这个，这就是绝交的声音，删好友的节奏了。又是什么？嗯，这里有个奇怪的装置，这个也随便按按就可以了吧？哦，这么随便的吗？进去，转圈圈，对不对？
哎、欸，我的氧气好像不够哎、欸。不要啦！哦，听说加顿不喜欢这个光，或许可以利用这个果实清醒远一点。我的深度好像不够哎、欸，我是不是快熟了？是心动啊！你看我的水深快不够了。光阿小，所以教主账号还没回来，闪的话不用担心马上被删。你是魔鬼吧？哎、欸，为什么？主线玩到后面了，可是我比较想要，我不要。我想赶快过完，我想要经营餐厅啊，比较想经营餐厅，没有想要打主线啊，主线好烦啊。哎，小周安安，好久不见。不多，诚心笑的满地打滚。哪里不多，很多了，谢谢叔叔，感谢你。哎，感谢叔叔的抖内，应该还要再跳一次啊。不是今天早上发那个事情之后，我整个是啊，怎么还是有鸟事在我身上啊？伊利恩安安，萱萱子安安。怎么赚多少？哎，不是，就你们一直遇到色尾，而且最好像是有一个人前一天遇到没遇到色尾，哎、欸，没遇到色尾，结果隔天遇到色尾，想说干啊，你前一天还跟我同盟啊，怎么马上就背叛我了？前一天还跟我同盟，隔天。就直接搭乘欧洲机票走了，这就跟轻松高效那哎轻松生存那时候，有人从来没有那个中奖过，突然在最后几天中奖了，在说我吗？就你妈的，还有啦，还不止你啊，啊，这附近一个开关装置。如果是像那个滑轮的东西会怎样？如果拉那个像滑轮的东西，滑轮，拉，欸、这个吸血鬼章鱼我是有抓过吗？嗯，哦，上面的掉下来，我都随缘。拍照，拍照。啊、不先拍照吗？融化，哎、欸，看，想毒我？拍照。满了。丢什么好啊？海星好了，海星蛮重的，不是海星啊？哎、欸。1K 而已耶，哦，浪人神，杂鱼，哦，哈，哈，机械鱿鱼的脚，看一下我现在多重，多了 0.5， 好，海马拜拜，还有谁？0.1， 那怎么睡着了？我怎么又睡着了？0.1，
那就这个喽。精算，哈哈。冰河通道壁画。你终于抓到青眠鸟了，你为什么想要青眠鸟啊？壁画三啊，有病啊！很明显的是要靠这个镜子，那更明显的是要去这个这边通关，把月亮照，不把阳光照进来。很明显的，我应该要溺死了。等一下，哎呦呦呦呦呦！哎，那个等一下再说，可以自己回精力，毕竟我宝可梦都睡眠不足。那你应该要养胖丁吧？他可以回五，哎，可以回全体耶。青眠鸟是只能回自己耶。我第一天就是遇到青眠鸟啊，但是我那时候觉得说它只能回自己，我觉得还好欸。但还没遇到胖丁，宝宝丁也可以啊。也没遇到宝宝丁，哦不，等一下。啊！机车卡住，卡住！对呢，这个要先开呢，然后太阳拳，特洛伊安安，喝水，等一下哦。现在没法喝，现在喝会死。现在喝会死人，你应该不想看主播死吧？肯定的吧。哇，好亮哦。
我不要。哎呦！可以拖到头尾喝一口。哇，这么重的吗？要丢掉东西了啊！海胆啊，油漆丢掉。嗯，好了，安全了。啊，可以喝水了。不是啊，所以这面冰要融化吗？哦，啊，这个鸡掰不鸡掰，对不起，骂脏话。这个机车吸血鬼章鱼，哎，又有可爱的东西，我看一下哦。这个。哦，粉红的海豚，哎、欸，这是芦梗呢、欸。喵！噔！哎哎哎，我怎么回来了？白痴，我还没有回来。我还要回小艇哦。哎哎哎！哎，他怎么可以这样？不行哎、欸，我还没有。哦，好险好险好险！回去我回去我回去。你这样不酷哦。怎么反悔？他不让我回去。不是啊，我想回去抓那只很像乌贼的水母啊，不是乌贼的水母，像乌贼。哎呦，哎，这游戏差评。浩浩洋安，怎么回去啦？照面，棉被猫安安，哎，终于，刚刚七点半的时候还在36度，现在终于降了一度了。哎，现在终于降了一度，然后回去了。哦，好热好热。哇，原来你是想把卡在石缝的石头拔出来啊，这次当然就要铁锹了。
啊，那个我订的货好像在快递船遇到一起投进来的，你去快递船遇难地点下应该能找到。巨型鱿鱼那个地方现在鱼也消失了，去哪里消失一桩啊？刚想啊，哪一个啊？确认，最超。哎咻哎咻，哇！还以为要直接打完了，结果，哎，害我还留那么多好东西。哎，我躲。哎，他有点呛眼呢啊！眼睛呛呛的呢。喂，白痴，我以为是鲨鱼冲下来。哎呀，第几下第几？等一下升个潜水服，刚刚看到潜水服不太够了，有点紧张。这只鱼是不是啊？白痴！哦，有，有没有？船哦，到了，到了，到了。利恩笑手没？啊，利恩小心一点！啊，枪直接挂在你脸上，我跟你讲。敲铁敲铁敲，怎么没有鲨鱼？哦，就这一根，这一根我那时候想拔，他不给我拔，白痴！哦，原来那时候我拔不起来啊。啊，这什么？这什么？
这是斗阵的站点空间吗 ？Excuse me。什么意思？你那个怎么念？麦娜，麦娜，月灵安安，盘子安安，什么？螃蟹栖息地，先打败他们才拿海。哎呦呦呦呦呦！啊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这样子，这样子，这样子。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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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，太会跳了吧！哼！喂！哎哎哎哎哎哎哎！卖伤过分呐！好了好了，十一只了。摩卡，你的螃蟹，是啦。不要的台语哦，买啦哦，好、啊，来啊，三十一分开始。好吵！买啦！第一个三明治没遇到，买啦！什么三明治啊？买啦！买啦！你知道月灵的名字怎么来的吗？买啦！啊，因为隔壁那个可爱的高高啊，直接说，哎、欸，是盘子月灵，哎、欸、盘，哎、欸、什么月灵是你耶，哎啊，月灵的盘子就这么来了，买啦。哦，你三明治结束了哦。哎呀，哎呀，你怎么？买啦！要浪费枪，买啦！哎哎哎，不够长！哎、欸，青哥安安，哎、欸，好久不见，也不是好久不见啊，好久没出现。哎哎哎，你看青哥来就射歪了，要喝水哦，来喝水。前晚才出现，哎，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。单球，你在盖东西？在盖什么？该不会是凡凡雕像吧？哎、欸，啊、你的伺服器还剩什么没有完成啊？买啦！哦，现在志伟要买啦！一三秋，对，我也是想那个三秋买啦。买啦！我撕你了啊！是可以随便撕的吗？我没看到哎、欸，我、哦、看到了。哈、哦、哈，你这要多少万方块啊？看一下哦、喔，你现在才盖了一个鞋子哦、喔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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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加油加油！别说了，我们两个人盖这东西，对，哎，加油！加油加油！买啦！一直忘记讲，然后我打算其他三个人盖脸，不盖身体，买啦！脸直接不见吗？买啦！好像没有那个可以用了耶，看一下啊，让人生，让人生，需要让人生。买什么？没有啦，稍早在讲那个不要啦的台语，然后被兑换字尾五分钟要讲买啦，不是买卖的买，是不要啦，台语的不要买啦。你要想成买东西的买是可以啦，啊，你喜欢什么就什么，买啦，啊。想说你是叫别人买东西，买啦买啦买啦，这个吗？买啦！哪次不买？胭脂，你终于出现了！哎呦呀！哎呦呀！感觉我干不过他哎、欸。啊，没关系，我们有科技与狠活。Hello，Hello， 没啦，买，哎，你怎么让我失望了，小笨炸弹，你让我好丢脸。对，我四十滴而已哦，买啦，买啦，蹦蹦蹦炸弹，不行，蹦，啊，买啦。哎，怎么变那么黄啊？买辣！啊，活了，我又活了，买辣！好像结束了呢，利恩，结束了，对不对？欸，我发现我不是前三了，你已经很久了，你看你都没来看我的台，被超过了都不知道了。没关系啊，你在高高那边有前三就好了，对吧？哎。买了好洗脑，谢咯。The baby you are my 赚了两分钟，我去你的！李轩安，哎呦，啊，突然觉得1200感觉时间好短哦，
被砸一万之后，突然觉得1200，感觉时间过得好快哦。这个就是这就是被怎么讲，这种习惯是不是不太好啊？对，价值崩坏，完蛋了！突然觉得体感，那时候飞起来飞了3分多钟，还是5分多钟？蹦蹦炸弹！启动。最后要再吃啊？不用啦，不用啦，真的不用啦，真的不用啦。你飞去第一名，我是觉得不用啦。你在可爱高高那边当第一名就好了，好吗？因为这也不是比小数目呢，懂吗？你看，你今天可以让一个蝴蝶多吃几口饭，多喝几口饮料，对不对？你已经第一名了啊？这么快吗？哦，你说你在那边第一名哦？我想说，在我这第一名，我说啊，怎么可能？你是说海绵宝宝吗？第一名，第一名，叫我第一名，咪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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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不起，太紧张了啊！这个不行，这个要炸，这个会爆炸。哎、欸，哦，完了完了完了，我过重了，我过重了，过重了。对不起。每个月重置哦。我想说，我这边就不要每个月重置了，因为有些人好像很想要那种名次，日向名次。这么早不早都蛋白石了啊？哎，我试试看哦。我又想皮那只鲨鱼，哎，这可是这鲨鱼，哦，我的血量好像不够，补个枪哈。有没有氧气？这个肯定是氧啊，氧气，氧气，氧气。没啦，我丢了30000，我名字就是在那边来，我知道啊，我怎么会不知道？所以我才说你把那些留给高高啊。不然我这个人怎么没有子弹？我需要子弹啊，子弹在这里。咦耶咦耶，你过来呀，你过来呀，你过来呀。哇，就是现在，就是现在。哎呦，走位，走位，走位。我捡，我上，
哎，完美完美完美，哎，都算好了，都算好了，哈哈哈哈，简单啦、啊，雪莉，我去倒错过车了，啊，怎么了？垃圾车不收你，还是没办法丢垃圾了？还是太重？啊妈妈妈妈妈，我忘记干一件事情了，怎么了？什么事？忙忙忙啊！忙忙忙忙忙忙！啊忙忙忙忙忙忙！好了，我也好了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月灵。嘟嘟嘟嘟。你顺利回来了，现在把这个XS都奉上就有实力了，就能轻松拔起石头了呀哈哈！检查装备啊！哦，好诶、欸！啊啊什么？是谁的心啊？重到水槽。嗯，农作物长大了，去看一下吧。来看一下，看一下。雪莉有丢小起点吗？我没看到啊，我没看到啊。啊！哇，米长大了，好味好味。收获完毕，必须将茶草拔除才能重新开始。嗯？嗯？杂草二，哪里有杂草？哦，这里哦，太不明显了吧，哥？还有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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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营养生长病虫，哪里有虫？哦。没有了。哎，直接开店好了。你很在乎装备等级吗？在乎啊，当然在乎呀。呀呀呀！欸、靠，对呢，有他哎、欸，他要干嘛？不许！来来来！哦，对呢，蔬菜寿司呢？对呢，对呢，对呢。他就是 VIP 的那个嘛。啊嘛嘛嘛！啊嘛嘛嘛嘛！繁星上次说的是这款吗？哪一个？我上次说什么？请问你的生日是哪个时候？他儿子吗？欸、真的是哦、喔，哇！怪不得我好奇谁会想吃蔬菜寿司。叫高高哦，对对对对，这一款这一款，就这一款呐、啊。啊他，他高高就回我说：“可是我现在没有钱呢。”我说：“没关系，我去跟月灵说。”他说：“不用啦。”
米珠安安。快打算生活稳定下来回趟故乡。我今天买了咖啡来喝，突然觉得是久违的咖啡，好像几年四五年没喝过咖啡了，觉得自己变大人了。即使没有我，也是优秀的成长，我真是太感谢了。虽然一直以来都埋怨老爹，但音乐治愈了我又。Perfect， 呵呵，儿子。很难得来的，儿子要不要跟我看一下一手建设农场啊？好啊，嘎哈哈！现在已经成人了，到时候可以在农场倒一杯酒给你喝。好热哦！然后咖啡，我今天下午那不是因为我平时不喝咖啡的，因为我是怕说晚上阿静、龟龟他们要玩泰拉瑞啊，啊，我又怕我睡过头。懂吗？一个世界没有导师在，我怕他们把世界给毁了。是不会啦，是怕他们遇到很多问题，看不懂，听不懂。员工，明天才有。菜单，看一下哦，确认。21再10个确认。我咖啡别喝上瘾哦。不会啦，我没有咖啡成瘾。确认。但你我是你，你我是你啊。哎、欸，阿茄，那位燕子啊，说很想看我跟你玩游戏，他很期待。看一下哦，哦、但是我跟他说我很害怕。熊猫君安安。90 10 31鲔鱼大富，确认，确认。啊，先这样。好了，各位，准备好了吗？啊，餐厅营业开始。害我得把我的色色收藏藏啊！什么色色？你在讲什么东西？你洗的公沙小？不配！打太远了吧？棒子跑起来！我要去魔界末了，我魔界末，不要阻止我！不要跟我抢镜的！没事，刚被盗。冲啊！等一下菜单，这个，然后
确定，确定，然后自动供应，确定。好，各位吃这个，吃这个，吃这个，不要抢，不要抢，不要抢。我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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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磨。我喜欢赏心悦目的东西，我不是赏心悦领。下礼拜8月18到8月20，台北 FF 考虑要不要去？哎，18到20哦，哎，我会玩了，我会玩了。不然台南台北车费便宜也要500。哎，没错。我现在有点怎么讲，真的是不太想去人挤人的地方哎。人老了，能去的地方真的不想去挤。啊，他有东西要给我看哎，好色哦。小鸡。哎，怎么哭了？哪来的鸡？欧萨米，那是伊芙斯。又，我觉得那个人很多小时候的东西。这些鸡是我送了一些食物在村上，他们说回报给那个。昨天本来想说拿茶，让我儿子说留下来生鸡蛋如何，然后就突然开始养鸡场，喜欢管是骗人。虽然现在只有一只鸡，只能给一颗鸡蛋。过去拜托萨米，也许会帮我找更多鸡。萨米又是谁？哦，萨米每天只能获得一颗鸡蛋用。鸡蛋有 A、B 两个级别，鸡蛋级别越好，剩下的越好。我跟老师在正常来玩。从现在开始可以养鸡，每天上午都可以来获得鸡蛋。哎，好，获得鸡。当土壤养分达到70啊，来先收再说。茄子 FF， 我其实想去，有认识人在那边摆摊，你去啊，我知道你说的是谁，你去啊，不要找我，你去啊，不要找我，这什么戏？持续一天变得健康的肥料。哦，这么健康的吗？冻番茄，把你埋在土里。然后喂你吃大便。哪里有鸡蛋啊？鸡蛋，我要鸡蛋，哪里有鸡蛋啊？这里没有啊，废话。商店每日产量零到一颗蛋 ，A 级几率。更变名称，它可以命名哎哎，它不能中文哦，它叫什么 ？GG， 哈哈，OK，GG、okay、很开心。
你自己去啊，不用找我，听起来很像闹脾气的女朋友。办，真的你哦。没有啊，是他真的自己去，不要找我。我去那边也不知道干嘛、啊。虽然听说那天有很多我认识的人会过去，有摆摊的，有 coser 的，可是我还是不想要去那边。老蔡家去，他在日本呢、欸，而且我干嘛找他去啊？有病哦、喔，有病哦、喔，送往厨房。会不会延上事件？哦，对耶，去 FF 听说都可以看到一些隔天上新闻的东西耶。是不是该去啦、啊？有延上现场看的东西耶。所以每次都看到FB 上都有朋友 po 说笑死啊。现场才刚看到欸，那种东西。每一届都会有，对啊，突然想想，是不是该去啊？寿司，养猫咪咯。确认。员工，我还没。喂猫咪，喂食饲料，确定。啊，我也记得，就是去 CWT 那时候，哇，真的是渴死了哎、欸！那种自动贩卖机都来不及冰，然后都是喝温的饮料哦，那时候真的是要死人了哎、欸。听说这个有成就哎、欸，买一下好了。三，两百，哎、欸，我有买到吗？有啊，购买疯狂。今天真的好闷热哦，完了完了完了！热爱小黄瓜之人的聚会，不过小黄瓜是一种，说实在，我不太喜欢小黄瓜那味道，就是有很多用新鲜小黄瓜美味料理。总之，这好像附近举办活动，我可以好水啊！啊，怎么现在才跳啊？要种小黄瓜是不是？哎，哭了。吃玉子烧吃到150块，你说什么？我敢吃生鱼吗？我敢吃，可是我理论上是不怎么吃生鱼片啊。哎，明天才有小黄瓜，哭了，完蛋！小艇，你超爱吃小黄瓜，可以直接啃。哎，我也敢直接啃哎、欸。尤其是使用的人很多，哎，我这边讲个很，我今天看到的东西，就是他说什么。这个资讯量有点大、啊，可是我觉得这个还是不要讲好了。哎、欸，燕子，你看一下 LINE， 我跟你讲一下我今天看到的东西。哎、欸，你看都不跟我说吗？就是
好了，我敲你了。等一下哦，装备，哎，升级，哎，满了，这样就满了哦。氧气量吗？小黄瓜派对啊啊！其实小黄用途很多，对啊，我知道啊。不过好，我也好奇，很多人不介意用自动供应，因为他们觉得会自动浪费掉吧，就是多一份食材浪费的钱啊。嗯，好，出发。哎，燕子，你什么时候休假啊？我们还好多没看呢、欸。食材自由不会太在意，那些都是建议前期的，不是吗？啊，后期真的全都自动化还是什么的话，就没差啦。你李喜相，你怎么长那么丑？你好丑哦！你还要这样拖走、哦？哎呦喂！不要咬我！不要咬我！不要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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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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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咬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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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跑跑跑跑！啊，那群真的是很疯哎！一起下面鱼，很难按呢、欸。牛肉雕片，啊什么？我受伤了，我割到手了。想到第一张贴图尔康，哎、欸，燕子，你看赖啊？还是你不需要看，就可以知道我打什么了？我现在只缺米而已。
你看得懂吗？我今天看了那个，看一次就好吧，我这个不能说，对吧？我那个就是我看了第一眼我就直接看出来了。那时候有人说什么要看两遍才看懂，我怎么看一遍就看懂了？哦，让人生样。啊，想听的可能等。等死人时间啊，或是开到深夜再来讲吧。这很耗空白键呢，白痴哎！啊，先播。死人时间好像可以，死人时间绝对可以啊！你知道我现在都是四五点开台吗？半夜四五点开台，你应该也知道吧？你那时候是半夜起来尿尿的时候看我开台。对吧？你看这个奇怪的时间怎么会有观众？因为我就喜欢挑在这时间开台。又主播疯了吧？我也是在这个时间开台遇到了几个夜猫实况组，呼吸会胖的体质。其实我认识的很多人都是喝水就胖，没办法，很多是遗传。哎，辛苦他们了。哦不！躲开哦！我会生气哦！手电筒！你也胖好多，也不是，你不是说你要开始健康的瘦吗？有进展吗？是不是没有？根本没有时间吧？救命啊！哦，伊凡安安，哎，不帅了，脸上都是刀疤了，脸上都刀疤，一点也不好看了。我偏向吃药变胖的。不是啊，你不是在调那个吗？调身，是因为失眠吃药，然后药的副作用。妈！哎呦喂！我左扭右扭，我受伤啦！我救命啊！我痛啊！你在我心中最帅，拜托，是你还没看过。我已经一个半月没有健身了，哎，从七月初到现在就没有再健身了。有。快要了，快什么东西？哦，不是你从二月就跟我说到现在，对吧？
敲啊敲，敲啊敲。这个天气出门一分钟暴汗，哎，你知道我现在那个背部冷，背部凉吗？我的电风扇吹出来都是热风。欸，到底是台北比较热还是南部比较热啊？怎么会有人推荐说什么南部比较凉？我说不会吧，我记得南部也很热啊。没有，因为我真的是有想要去南部住啊。嘉义刚好是北回归线，嘉义最南部照样，对啊，就是我就记得有些就南部那边有些地方也是照样热的啊。可是主要是南部，台南嘛，台南那边房价比较，房租那些什么都比较便宜啊。哎呦。热烂，哎，对吧？热烂来袭。高雄蛮热的，我知道啊，所以我在想，他是不是没去过，然后在那边骗我。哆啦 A 梦屁股大，大到裤子穿不下。biu biu biu， 那其实我在家里练就了抗热属性，那我是不是在南部会混得比较好？对吧？跑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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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把抗热属性点到也没有满了。但台南美食多，我知道啊。弯弯儿弯弯安安，你把头发弄短就很凉爽了。哎，无关好不好，哥？没有，只是冬天的话，洗头会更不容易干而已吧。你去台南，我就不能找你了。哎，那肯定要去台南住了。就像阿斯一样，没有欸，不是哦，我跟你讲哦，我就算头发留长，我的抗热属性也是比阿金他们还要猛的，好吗？有奶都想要来我家试试看多热了欸。我跟他讲说你要确呢，要确定呢，哪里呀？哦，他那时候是热队赌注，但是他那时候说，那时候刚好那时候是冬天，好吗？那时候是冬天，他剪平头、剃平头，那时候说头很痛。你说现在有32度吗？要不要我现在拍照片？来哦，现在我那我手机先暂停一下哦。
我先我的人物会先睡觉一下下。来哦，我要再拍一下我家的温度咯，应该说我房间的温度哦。这样是因为没有32度，不要说很热是不是？然后我的皮我要重新用了，等一下哦，重新用。嗯，有充电到吗？嗯，有充到吗？你家常常22度，等等等，来来来，繁星拍一下我家的温度给你看啊，时常都是在这个温度之上，好不好？等我一下哦，我现在在上传图片。打图，什么是腹肌？什么是腹肌图？等一下哦，下载，开启，完成，来啊，准备喽。这个是现在室内的温度，有没有？跟背景很合吧？我没有做假哦啊，这个是室内温度哦，好吧？好不好？什么32度？这个是34度了，好不好？而且我刚刚有说吧，稍早其实是36度，我开台之后，开台后半小时才降到这个温度的。我要在这个温度上面睡觉哎，之后才会说啊。你看，其实如果房租便宜的话，啊，冷气开就可以开久一点了。以前随便一拍34度，没有，哎，啊，燕子，你再借我就一张，等我一下，我的皮又要重用了，你等我一下，我找一张照片啊，等我一下，有没有随随便便的一张啊？我看一下哦，随便一张的照片哦，啊，随便一张的照片肯定是要用这一张的啊。结果放到裸照，哎，不用怕啊，肯定是好看的。玩笑，来起掉，浏览，来，这个是另外一个随便拍的温度，来来来，这个。这个是白天那时候好像九点十点的温度，哈哈，啊，还有印象吗？那时候早上玩萨尔达，跟你讲说不行了，要死了，要赶快关掉了。不开冷气会中暑，就是会中暑啊，会死啊。对啊，所以我家白天电脑不能开嘛。那其实，哎，其实真的就是那种厨房很热很热，我家楼上就是这样子，很闷热很闷热。这是三温暖吗？不是，三温暖才没这么不舒服嘞。
等一下，我觉得皮怪怪的哎、欸，等一下、喔，因为每次只要缩画面缩下去，我的皮看起来就是很像在扭绕枕，你看又绕枕了。应该好一点了吧？哎，好一点了。绕枕皮，我曾因为在烤箱室待太久，室内80几度那种，一出去就昏了。啊，你那种是，怎么讲？我那时候反而去。就是有一次跟他们出去嘛，就是他们那边在，他们都流汗了，我还没流汗啊。那个谁，那时候番茄不是在那个吗？陪我去弄电脑，就他已经汗流浃背了，我连一滴汗都没有流，哎、欸，扯吧，比扯铃还扯。我在哪里？哦，这里。然后嘞，你不至于汗流浃背，你屁啦！你那天，而且跟你讲哦，那天是在那个弄电脑人的家哦，有开冷气哦，翻起来在那边流汗。我说你太扯了吧，你都流汗了，而且你看。他说什么头发剪短之后就比较凉了，我头发留这么长我还没流汗、啊、他的头发大概都是那种三分头五分头，结果他那边汗流的超多的，他有开冷气啦，他还开循环扇呢，你白痴哦、喔、明明就有开，啊、你怎么没感觉啊？就你就以后上班都不要吹冷气嘛！啊，你以后上班不要吹冷气，你就会感觉到有冷气了。啊、你怎么没感觉？我怎么知道？完了，我的 APP 可要重开了哎、欸！我的皮又在歪了。我重开一下 APP 好了，我的脖子怎么扭到一样啊？每次都这样子。可是我在健身后开始会出汗、欸，健身前很少流汗啊。哎、欸，同样的，好啊，我们同样都有健身啊，为什么你汗流的那么多，我就没有啊？你再讲啊。这什么冰河？哎呀呀呀呀！噔噔，就这只啊！我想抓这只啊！哎，小飞象章鱼是不是？哦，睡着了啊！睡睡睡。小飞象章鱼，哎，真厉害啊！我不愧是我哎、欸。喝水会开始流汗，那你不要喝水好了。喝水会流汗的体质，怎么不是喝水会想尿尿、啊？
嗯。欸？啊，怎么是这样？然后咧，我可以转它吗？我就可以转了吗？嗯？嗯？哦，主要是把它融化，是不是？请按下右键。感谢珍惜的30个月。其实汗水就是尿意的说。哇！天哪！那你知道女生的汗水就是香水的说法吗？那女生的尿都是香的，那个这个也证实了，是不是？哎、欸，干嘛 ？Q。温曼，哦，我知道这只。昨天看到光荣烧肉之路，你啊，你说蜡笔小新的吗 ？YT 在播的对不对？我今天有在看、欸。还是什么时候跟我看柯南？哇，这边也太烦了吧，解谜。下一步吗？你想看哪部？你推哪一部啊？我来看有鸡的了，好不好？蓝色的按钮在哪里？哇，要先解到哦。等明年，不是啊，就是看看播过的啊。希望明年不要再搞基，搞基。哎呀，嗯。
代提示相机按下去。哇，他怎么觉得我不会拍照啊？呵呵呵，可恶，被当白痴了。擦掉冰霜啊！有了有了，确认。然后把它打回左边的，对不对？打，打，来打。不够。上礼拜是绝海的真男和火焰的向日葵。哎，他怎么没有光打在这边？哦，哦，哦，哎，怎么没有了？没了吗？嗯，我现在任务到哪了？穿过冰河通道。哈？往哪穿？我看看哦。Coca Cola 啊，可口可乐哦。安安，哎，怎么画面我黑了 ？Coca Cola， 你没解完？没有啊，还没吧？是转件是看到的。哦。Coca-Cola， 嗯，看一下。这样，这边也要，这边也要融化，是不是？看起来不像啊，三个三明治每一只色尾，你说在那个灯塔那边吗？啊，很正常啊。哎，捡不起来了，好不好？嘿咻，嘿咻。有路哦，白痴哦。啊！哦，好烦哦。看看哦，喝水。好，喝水，喝水，喝水。我看什么教主晚上见，来乌安安。没有，我想看哪部我不知道，但是燕子你什么时候有空才对。怎么会是问我
看哪部？明明是你要有空我才能看啊，怎么会这么说呢？因为很多其实我都不懂。哎，这是不是可以往上拉？往上拉。嘿嘿嘿嘿，你是我的宝贝。哎，不对哦，看看哦。哦，脸好痒哦。嗯，你这个是哈还是哈？啊，怎么今天一直在换这个搞我？去外面找流浪猫抓一抓。哎，那会感染欸，那不是更痒吗？可是好冷哦，好想回去喝一杯绿茶。啊，去喝啊！事不宜迟，我们回家喝茶吧。不可以。好，那是42分开始。啊，怎么都是40几分？哦，一小时 CD。啊，你们有病哦！哎，42分哦，42分。不是，哎，打完 BOSS 再喊好不好？不然。我可能打 BOSS 都不讲话。啊哒哒哒哒哈！这自然安打开了果实，就变成用那个照明吧。照明吧。不敲。我的天哪，哈，他身上是都藤壶哎！哎呦哎呦哎呦哎！嗯，他应该不是 BOSS 吧？哈，巨大的加盾，真不敢相信，哈。不过还好被锁链困住了，哈，顺着水流搓干嘛？啊！其实我真的觉得这一款拿来实况很闪退吗？等一下，我刚刚跳出，啊！好啊，都这样子啊，好啊。哎、欸，闪退会从哪边开始啊？全部从零开始吗？他应该没自动存档功能啊，我看他没有保存的东西出现啊。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有吗？好像有救哦！哈，没救了，没救了，没救了，我死了，我死了！等一下，我们先看一下图鉴。哦，哈。冰河通道，好的，没有
没有那个啊，小飞象鱼啊，好的啊，又要重解谜了啊啊啊啊！又要重新解谜了，你会不玩哦？哎，啊，不要那么玻璃心嘛，好不好？我们就仗着说我们有前世的记忆啊。好烦哦，好烦哦！嗯，好，谢谢，谢谢珍惜补血。什么第三爆弹？好，我们要撬开它，没问题。不是他没有自动存档就有问题啊，对不对？应该要过一张图，有个自动存档。阿倩，咖啡没救了。想回到过去，试着抱你在怀里，羞怯的脸带有一点稚气。哎，怎么可能？哎，怎么可能？想看你看的世界，想在你梦的画面。这样靠在一起就能感觉甜蜜。哈？我忘记哈了。哈？样样安安。哈？怎么今天那么衰啊？哈？你看宝可梦东西不见，啊，这个记录又闪退又不见，是该哭一下啦。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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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哭。我昨天太早睡，没有。啊，你们还有啊，我的记录要重用啊，目前啊。欸，这是什么？你是什么鱼？软饮集。我管它软了什么鱼？你讲人话，好的软了鱼。技能三金，那什么技能？没有啊。我也没有很认真在玩啊。啊，好难过啊。来，我们这边再来讨论一次。燕子，你要看哪一部？啊。你比较想看哪一部啊？
我想看《机甲英雄剧场版》，那是什么？你不要讲柯南以外的、欸、哥，哥哥不要说柯南以外的、啊。嗯，很难抉择吗？他一定要设定都是转三下的吗？好诶、欸，啊，还要再去看那只僵尸诶、欸。飞棍来喽！没有你点打个嗯点点点就没下文了吗？还是你觉得都还好，没有特别想看的，还是挑赤井秀一跟，我突然忘记名字，突然只记得本名，降谷林打架的那一部，啊，林的执行人吗？看他们打架，可是那一部会哭哎、欸，那一部会再哭一次哎、欸，安室透啦，白痴，我在想。啊！看到人牺牲都会想哭哎、欸。嘟嘟嘟嘟嘟嘟，敲！我们上次看的早出那一部，对啊，啊，结果还是淋着执行了，白痴哦、喔，漆黑的什么啦？白痴我啊，纯黑的，哈哈，对，啊，我怎么每次都讲到淋着执行人啊？我好白痴哦、喔。哎呀，我是白痴，哎，我是白痴。整天在那边淋的执行人，哎，熊猫竟然懂，那肯定是因为这主播是白痴啊。可见你躲在那一步，没有，我最爱的还是迷宫的十字路哦。那一步是我觉得我开始不懂柯南就是因为那一部开始，你们知道吗？原因是因为我是因为那一部我才知道柯南腰上的那个足球怎么来的。我真的以为他是从就是外套里面蹦进去的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当时我没有看那个 TV 版，所以我一直以为他那个足球是从外套还是从那种视觉死角跑出来的，他完全没有照到那个，他完全没有照到腰带上的那个足球跑出来啊，所以我就以为说那个足球是从那个外套的死角。那一刻街我不太想看，是因为我会再哭一次啊！那一刻街啊！你要想一下、欸、，VR 先驱哎、欸，
我那时候最后一次看就是《迷宫十字路》之后啊，就没看了。因为当时《迷宫十字路》其实从电视上播的啦，然后就没然后了。荷叶穿得很清凉，贝克街的时候还没荷叶吧？我那天才跟燕子说啊，你不觉得赤井出来就是开一枪就跑了？我觉得不行这样哎、欸、啊！我只要进那道门就会闪退耶。我只要进去那道门就会闪退耶。完了，我是不是应该先休息一下了？不该玩这款游戏了。你知道刚刚我一进去的时候，画面稍微卡了一下，突然跳出个视窗，我就啊干完蛋了。哎，我还想按 Ctrl 加 S 自动存档哎。好，我看一下信箱，我的宝可梦虽然还没有回音。下次进入那个 boss， 那个是 boss 房了吗？那个是 boss 房了，是不是？它可以这样存吗？哎，还是来刷黑色裂空座，我不要。哎，燕子，好啦，不然今晚来看好了。啊！你怎么哭了？我要打 BOSS， 我花了十分钟解谜，到 BOSS 房闪退啊，第二次了。啊，雷击安安。其实 bug 全员死亡我会比较喜欢。哇，太难过了吧！全员死亡，你看一下，柯南也差点从剧场版里面死掉哎。啊，不是，按错。哈哈，哎，这次是我手动关掉的啊！哎，好是好热哦，还在34度哎。这样他们会生第二个孩子啊，工藤新二，工藤新二，
还是我应该把这个拔掉、啊？请问结束前，可是它外面没办法手动存档吧？你看我按这个 ESC， 它没有可以存的啊！啊，做一次啊，真的不行的话，我关游戏了。哦不，这个既视感，我怎么好像20分钟前、30分钟前看过这画面，好奇怪哦。啊，我还记得40分的时候还在那边哈半天呢哈。卢宁佑，一起喝水，哎，快没水了，水快喝光了。真正的第一集是什么？对啊，外面不能手动存档耶，没办法存档，所以这无法咯。他就是要看我屎，哎、欸、靠，要撬开，欸、看，臭章鱼。哦，重置版第一集哦。欸，那一集叫什么啊？哎，他过图应该要读个档啊，哦，存个档，读档。柯南，变小的名侦探，哦，因为我记得我有在啊，没错，抖音上面看过，有人就想说奇怪，我怎么觉得这一集的第一集看起来那么像现在的第一集。哎，这个摄影师模拟器真好玩，我开啦。欸，摄影师模拟器，哎、欸，没事没事，我乱叫啊，没出现什么怪画面，我只是乱叫而已，我只是无病呻吟，不是他想闪退就提早闪退，不要让我解完闪啊，不要让我解完东西才让我闪退啊。按错了，我跟爆头一样，先吓吓你们。
哎，燕子，你现在还上班吗？上啊，好，也是啦。如果没上班的话，早就关台，直接叫人说快陪我看。哎，我要为了拿这个吗？好烦哦，好烦哦，好烦哦，可惜啦。哎，我发现我手上怎么变小刀了？不是稿子哎、欸，变小刀了哎、欸，还是上一场就是小刀？我用生气的脸，我要气步步了。我现在超生气。不是啊，这路怎么那么烦？跳那小，啊，敲他小，凶他小。哎、欸，对，燕子，我好，我好感冒了，可是已经好像应该已经第三天了啦。主要就是我家那两个小屁孩，哎，感冒不休息，在那边活蹦乱跳的。但是，可是。你要怎么讲？我已经五年没感冒了，可是也不知道有没有确诊哎，但感觉又快好了，就没看医生了。哦，脸好油哦。你是自由繁星吗？他脸就很油啊，有什么办法、啊？你看，我是喝水都会长痘痘的体质的、欸。你却。并不是喝到沙拉油，你是说把换水喝换改成换油是不是？大家一起喝油吧，这样吗？大家一起喝水吧，大家喝油咯。
喝油那一集，你是说哥哥最后被爸爸拿去那个不是烧肉店吗？然后最后不是爸爸要灌女儿油？那一集有点恶，那一集也蛮恶心的哎。喝水，喝水。Coca-Cola。小时候犯过蠢，把油误认为苹果汁，喝了一大口。还好啦，因为我大伯他竟然在可乐大瓶可乐里面装那个酱油，我直接倒了一大杯在玻璃杯里面，然后喝了一口才发现是酱油。为什么他一定要在可乐这个饮料里这个瓶子里面装酱油？欸，等一下我没存档。哎，欸，也不能存档啊，算了。哎，各位，我两手放开啦啊！准备好了，我准备好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了。我不行，有对话要按。来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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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、二、一。啊！真的不行哎。看，不玩了，不玩了，不玩了！歪事啊，歪事啊，欺负我！三次了，欸，哎，这三十分钟在干嘛啊？一个要十分钟，玩泰拉啦！啊，泰拉他们没开伺服器，我玩屁啊！还是我就干脆不要打主线了，这不玩主线应该也没有差吧？哎，可是好，截到真的是有点火大，欸，火气会上来，欸。啊，对哦，是阿靖开的伺服器，对啊，主要也是说过啦，就是如果是我开房的话嘛，我一定都在线上嘛。那这样子我跟龟龟也是我常在的人，这样子我们遇到很多事件啊，遇到很多东西，我们其实都只能跳过不打。然后像昨天那个阿靖在挂机，结果我们遇到了那个史莱姆雨，就史莱姆王的任务，然后我们是就是尽量避开史莱姆不打，然后等阿金或跟大家都在才打。蓝色折弹是什么？什么是蓝色折弹？蓝色混蛋那又是什么？思考了南安啊，这游戏给玩呢，好难过，我要卸载了哦，我要生气了哦，我要不开心了哦。刚刚去买了鸡排跟百叶豆腐，虽然我没有吃什么东西，可是我觉得好不饿哦。这个才不是潜水员戴夫嘞，这个是不能玩戴夫，我不能玩戴夫，戴夫不给玩，快去吃！看你在一个34度的环境下，你吃得下东西哦。你现在把冷气给我关掉！你现在把冷气给我关掉！那我们现在要玩什么啊？
现在玩什么好嘞？现在要干嘛嘞？你知道我跟龟龟的 ID 都是要玩泰拉瑞亚，打电话叫我啊，就怕我们错过泰拉瑞亚。指定可以分享游戏给朋友吧？我知道啊，可是我就是不想要啊。哎，好难过、哦！我想我这边有蓝色混蛋一刀，蓝色混蛋到底是什么？洛克人哦，白痴哦，我不要、哦，我不喜欢玩洛克人。观众都会陪你我，你说观众都会笑我吧？你看那个利恩，你看看那个利恩。他在那边偷笑。噔噔噔，这款我买了，但是还没玩过。我想说这款我就不开台玩，私下玩。哎，结果还是得开台玩嘛。我看一下这款游戏叫什么。这款游戏是，这款游戏其实跟之前有个手游很像，它就是有点幸存者 ，Y E T A N O T H E R， 哎，又不给打分类了哦，好烦哦，都在针对我。噔啊噔噔啊噔噔噔 YET 不是他根本没分类啊 ,EANOTHERVOMBIE 他没分类啊，恐怖游戏打僵尸游戏，他没有分类耶，完成，那就没有咯。他就是他很简单啊，他就是要捡东西壮大，哎、欸，等一下玩起来就知道了。即将推出什么意思？哎，这个其实有玩手，哎、欸，有玩一些手游啊什么的，应该可以看过这种东西。它就是靠近僵尸会自己打，然后有没有？就是它其实会自己发射，然后去吃钱吃道具，然后路上可能会救到人啊，救到人就进入你的队伍里面，然后跟着打。刚刚为了一只猫咪角色干了一天。什么东西？当然你们知道，我蛮喜欢就是割草游戏的。哦，这款哦，对啊，这款啊，巨片人在你周围应对僵尸，啊，这个。割草游戏听起来很无聊，不会啊，很好玩哎、欸！你不要瞧不起割草游戏哦。你看那个吸血鬼幸存者就是割草游戏啊。就之前有玩达达特工啊，还是什么的，可是达达特工真的是。怎么讲？真的想要练好的话，真的要氪金跟看很多广告。你看像这样子有没有？因为我还没玩过啦，所以我真的不知道这款在干嘛。因为我是看
看那个指定，他是说你可能感兴趣的游戏啊，没错，我对这个感兴趣。我怎么被咬到了？那有没有就是一样就吃钱嘛？然后，哦对，你们知道今天几月几号吗？对，今天是87哦。看起来就是枪打阿克，没有，就是那个割草类游戏、幸存者类游戏都是这样子啊。满了，我在3天就领薪水了，怎样是要抖给我是不是？哎呀，不用这样子啦。我给你8.7块，好啊。好哇，看看又被咬了，看然后日币，好哇，这块好像买很久了，好像买了有一个礼拜以上，哎、欸，快两个礼拜了。两格雷夫哦，量那么快？哎、欸，白痴，等一下，我现在才看到箭头、欸，哎，是要跟着过去箭头、哦。我来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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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来了啊、哦！原来白痴哦，带电人格，谁？你干嘛、啊？你可以不要抖这种数字给我吗？我要喝咖啡。电磁力的范围，你掉落屋的吸引力变大。干杯！感谢番茄的抖内，可是还是好不爽哦。对嘛，我就想说奇怪，我记得有人啊，选择加成，被解救的人避难提升等级，特警装扮速度缩短技能的时间，哎装哎，就像这样子，有没有会有个人加入你？其实之前有玩一个手游，它其实也是这样子，可是玩到后面我还是觉得，我就觉得说它那种。要看广告你才能获得3倍的钱啊，或是2倍的钱，那个就玩到后面发现我一整个小时有40分钟都在看广告，于是我玩了3天我就把它卸载了。侦测到 BOSS 信号，僵尸100哦，没有，我那时候觉得第一集好看，后面我就觉得还好了。来纽西兰牛奶进口税零关税，我喝不喝牛奶？我不能喝，哎、欸，我有乳糖不耐，
可是我可以喝调味奶，很奇怪吧？喝牛奶会拉肚子，但是喝调味奶不会拉肚子。就假奶哦，那就没问题啦，我可以喝假奶，喝假奶，但是我可以喝真奶哦。前几天才想说很久没喝真奶了，去喝个真奶。燕麦奶咧，我觉得燕麦奶还好欸，你是说贵差纯浓燕麦那种吗？那个话我喝过啊，可是我觉得那个好难喝哦、喔。我、哦、工程师会电哦、喔，反其实就是类似这种游戏啦，它其实就是休闲玩用的游戏，我就开台玩有点在干嘛？这种根本就不能看聊天室啊，又不是说啊你已经神装了啊可以挂机。等一下，眼睛好痒。等一下，我眼睛好痒。然后又不能搂，哎，气死！哎，叶子安安，怎么你来我的眼睛就痒了？肯泰罗的牛奶，肯泰罗只有公的，你想要有牛奶？宝石欸，是宝石欸。工程师很强欸，可能你的眼睛想我了，怎样？你嘴巴怎么变这么油了？你是吃我口水哦？而且怎么是眼睛痒是想你？不是吧？是有人想我，我眼睛才会痒吧？是不是反的啊？偶尔游一下，哎呦！巨型螃蟹暴击伤害可重复次数，卫生纸啊，我要卫生纸。为什么要卫生纸呢？我应该不用解释吧？对不对？末日了，卫生纸会涨价，要赶快囤一囤。无尾安安。手枪，有，啊，怎么都是会爆的，就过。你现在这个时间出现，那是不是代表你明天休假、啊？燕子，不是燕子啊，叶子。你怎么知道？我想说，你应该是现在准备要去开台了，然后于是又要在半夜时间开台开到天亮。啊，这个是我的猜测。
锁箱加卫生纸加射速的组合。哎、欸，还有暴击耶！但卫生纸会坏掉吧？我说根本不用动啊！哎呦，哎，不用。通宵台，侦测到 BOSS 信号，是谁的心啊？然后我为什么会玩这款游戏嘞？是我刚刚玩那个潜水员吗？我总共花了30分钟解了三次一模一样的东西，然后一直给我闪退。我现在就是伤心到玩其他游戏了。听得出来我很累很无奈吗？你有听得出来吗？而且那个游戏还不能存档，不能手动存档。哎，他在野外不给你手动存档，你只能在啊村庄安全区的地方才能存档。哎，还是我就是解到那个位置的时候，我回家这样算存档吧，好像可以吼。还是这个等一下死了之后，我们去存一下，去玩一下。方法总会有的吧，对不对？总有方法可以做的。居然吗？对啊。你想一下，就是我们那天玩，如果玩那个企鹅的话，因为我们好不容易跳到上面，然后跳的过程中闪退，又没有手动存档，够难过吧？电击枪，我会气死，对啊，哎，气烂！幸运子弟技能伤害，哎，我喜欢浅浅，我喜欢浅浅，好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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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会痛了，会痛了。老哥，你不是在泰拉瑞亚在做寿司？啊，怎么有跟我讲说你早上偷说我坏话？有吗？没有啊。你是说高高讲的哦？我说你声音像阿神啊，他说哪里像？没了啊。然后我只是说，欸，还要说什么？哦，因为高高一直想找玩恐怖游戏啊，我说可是我不怕，我又不会怕恐怖游戏。然后我是说，要玩恐怖游戏要找像安拉那种人啊。然后高高一直说他都有保护你之类的啊，这算坏话吗？太死了，白痴哦！诅咒真可怕，免费的不要钱，和我的小伙伴们扬言啊，解锁
训练值干嘛？点天赋吗？哦，一天一苹果，可获得金钱、伤害。肯定是这个吧。用这个幸存者再杀死5000个僵尸。什么？这个游戏原来还在封测吗？还在测试阶段吗？哎呦！感谢珍惜。好可爱哦 ！biu biu 枪。每隔20秒，电死周围的人。还是，等下就关台。我现在有点热到有点不耐烦了，要哭屁呀！感谢空宇的6个月。这是可以真的不用动了吧？这只角色好像有点猛。持续时间、范围伤害，走。哎，感谢珍惜500，没事啦，我现在真的是只是有点热啦，我没有怎样，我没有怎样，不用怕，不用怕。感谢珍惜的500小起点，没有怎样啦。真的啦，听起来可能有事啦，但真的没怎样啦。还是你觉得我都在演，我都在骗，明明就很难过。谁？感谢火鼠的100小起点，要开车了，还没。那个哦，你是说那个开车哦？想说还没吧，才快11点而已，怎么会开车？哦，我误会了，我误会了，是不是？太想发车了吧，男人！开丢可是，你看番茄，你那时候10000小起点，不就该留在那个发车的时候丢吗？你看是不是浪费了？哎呀呀呀呀呀！自动电塔，下可是我丢得很爽哎，很浪费哎，你看。等一下，为什么？感谢安娜的200小起点，感谢安娜的100小起点，感谢雪莉的100小起点，感谢珍惜的1000小起点。啊！不是啊，刚刚不是无病呻吟啊，无奈啊。那你猜这是几点？什么几点？300啊？感谢巫医的300小起点。等一下哦，你刚刚的是不是假的？你刚刚的是不是假的？
啊，北七安啦。我看一下哦、喔，啊，你的都是假的啦。对啊，爱吧不安安。安娜很坏啊，习惯了啦。有有有有有，感谢把不揪团。啊，你有病啊！坏掉了啦！我听不到游戏声音了啦！这什么？哎，机票，这个是机票。我跟你讲，他们不喜欢看到我，就要用钱来惩罚我。他们觉得我太吵太丑了。哎呦呀！感谢国军兄弟火鼠赠送的十分订阅。啊！我听不到声音啦！啊！我想这个状况有点像我家外面刮台风。然后每次都把那个游戏的声音跟其他人的声音调到最大，但是就会觉得，哎，声音调大之后，讲话就会跟着大声。磁力范围，哎，我爱钱，飞好久，估计飞五分钟吧。番茄，你拿去买蜡烛其实也比较好啊。工程师也太好用了吧！你看这个电，像不像斯温的电？哎呀呀呀呀呀！有看到黑裂吗？什么黑裂？没有，我只知道我快炸裂了。霰弹枪，差不多下来了。我跟你讲，你下次不然就这样好了，你丢个啊。自尾再加10000，有没有？就是时间是差不多的啦。讲话声音好像可以影响到自己音量，讲话音量好像会讲到自己听得到的音量。对啊，就是会觉得自己听到声音，对啊，就是有你知道，就像在夜店或是在舞会那种东西，用背景很大声，你就会哈什么这边很吵，哎，还声音怎么样？嗨，大家好，下来了，下来了。对，就是啊，你说什么？这边太吵了，听不到。这样子，砰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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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砰，这个红红的点是什么？有看到月亮吗？没。现在乌云密布的啊。哦，耳朵真的好痛哦。还好声音有调小声呢，不然万一你们台中住台中的，一直要打开窗户看一下外面有没有在放鞭炮，哎，别炮，哎，
他拿斧头想劈我，不过仔细算算，我这个月抖你20000了。哎，你好了啦，别再抖了啦。哎，牛奶，要啦，买啦。哎呦喂呀、啊！这怎么算的啊？捡钱不会啊？巨锤瑞斯，他拿斧头，对，也是哦。剩不到一分钟，什么一分钟？哦，你说列车哦？好了啦，不用再给了。才月初哎、欸，平时都很希望月初达到标准，但是你真的给太多了，让我有点害怕。获得层级四的贴图，哎、欸，松鼠哎、欸，原来是这只哦、喔，本来洗机甲。谁？我吗？你啊？那才月初哎、欸！我今天看到一个很无聊的东西，就是细面嘛，对不对？细面不就是比面还要细的面吗？叫细面。那粗面是什么？你们知道吗？粗面就是不吃饭改粗面。呵呵，幽默。运气加死。其实我听到这个笑话的时候，我有猜对，因为平时都在讲说出什么出什么，好出，我说哎，就是那个什么哎，那个装备比较好出啊，什么之类的。然后其实那时候我是回答对的啊，就觉得这个太，就是这个太常发生了，就发生在我身上的东西，就很快就猜对了。谁烤肉烤的最完美？哎、欸，我好像听过哎、欸，谁烤肉烤的最完美？啊，等等哦、喔，烤，哎、欸，我怎么突然忘记了？哎、欸，我忘了，靠，我再想一下哦、喔。这我听过啦，但是你要我猜我又忘记了，这样算吗？要讲答案吗？你就讲啊，因为这个我听过了，只是忘记了。我、哦、要死了，要死了，要死了！哦，对啦，老师啊。老师考的都不会教，
要死掉啦！哎，捡。所以反应考很好，没有，我只会考而已。我只会考，会不会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。你是在考？啊，拿斧头的又出现啦！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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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要死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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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，还是哦红哦绿色的那个是加右上角那个点点点数的，因为繁星老师哦没有哎，繁星老师只会被气死哎。那天无聊又去看了一下龟龟直接。把那个炸掉的画面，不是真的很好笑啊！他是真的有倒水，但是就是跟想象的不一样，那个画面是最好笑的。我到了，我到了，我到了！有你有到，你有到，但是就是爆了，啊死了。获得更多的钱，你的武器造成伤害更多。要几点？要四点。OK。这个幸存者在杀死你。用这个幸存者杀死五千只僵尸。嗯，好了，玩到十一点好了，十一点关台。biu bi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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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iu。明天要上班，先来挂台洗澡。晚安，好，果子晚安。我先看一下，到底他们有没有开？没有要开的话，我等一下就去睡觉。菜渣在，但是阿静阿，我们伺服组阿静不在。电击枪。他怎么又受伤了？谁啊？谁在射我？嗯嗯，啊，其实这样可以松开手玩还不错啦。电击枪，不对哦，不对哦，不对哦。韩特晚安，是晚安，还没啦，还没啦，还没啦。结果关台后大半夜他们在玩泰拉瑞啊，我就哦玩，你也好想玩泰拉？欸，他后面更新其实蛮多东西耶。我今天白天在那边看新的危机的东西。后面才知道有些其实后
有些以前就有的东西，只是后面我去看的时候刚好看到。感谢小鱼51个月。啊，你怎么救过来啦？感谢沉迷的救团。爱你，爱你养病养的比较好吗？沉迷，感谢救团。等一下哦 ，CHENGMINEOW。加班咯，要加班咯，感谢九团，感谢成名的观众，大家晚上好。啊，刚刚本来在玩潜水员戴夫，因为碰到 bug 3次闪退，于是现在很难过，在玩别的游戏啊。恭喜加班，某关被传送啊。哦，关某某关哈，哎，关云长安安，我看一下谁哦，哎，我可以这样看，小叶安安，那是摩摩茶吗？摩摩茶安安，嗯，望月林安安，陈敏安安 ，no bye 是吗？9487安安，欧吉博安安。龙龙之领域神安安，大块的蔡导贵安安，黄阿红安安，吉君安安，云长蓝安安。好了，很消。biu bi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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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iu。啊，你们刚刚晚来了大概10分钟吧。刚刚错过了发烧列车，没事没事没事。非使用吉鲁元安，哦，拿钱啦，哪次不拿？你要睡了，你明天5点半的玩，记得后天见。会啊，我会啦。浪费旧的就在避难，提升等级并获得什么意思？特警。老孙嗨嗨出见安安 ，LVY618012 安安。还是陈米，你再开一次台，我把人揪回去。你看这个人，因为 bug 浪费了30分钟的生命，太难过。然后人没有自动存档，还是狂闪退的啦。哎、欸，不要嘞。哎、欸，还可以拒绝我的吗？好啦，你赶快休息啦，辛苦了，晚安晚安，晚安晚安。幸运纸币，挖钱。我爱吃宵夜，刚刚聊到吃的很饿。哎，如果你想减肥，可以来我家啊！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来，这是刚刚他们看的照片。哎，跟我无关啊！但是这是我家室内的照，我家室内温度的照片。啊，如果想减肥啊，可以来我家哦，不会饿哦，完全不会说饿了哦，肚子饿又想吃宵夜，不会不会不会，你会没有食欲。
你现在也超热的，哎，赶快开冷气吧。你好屁呀、啊！你就不耐热，等下刚刚跟我讲说你很抗热什么之类的，就看你满身都是汗，在那边骗。后天去台湾，我好害怕。你怕什么？后天应该是会有台湾那个台湾什么台风形成，台湾形成会台风形成，你台风会有台风哎、欸。所以其实小鱼说要来淡水的时候，我有点想说还是取消，因为下雨还是什么，就很烦躁。不要下雨就很烦啊！巨片无人机。又湿又闷热，真的不舒服。对啊，而且呼吸又很不舒服。刚下班，温露安安，晚上好啊，晚上好啊，晚上好。每个都来一点，哎呦呀！当你受到伤害时，你的武器会立即装弹。哇，这太棒了吧！推荐中午有冷气的行程还不错。他想吃阿给啊，所以不可能不走路啊。而且这种时候来淡水就是热死的节奏啊。全台 7 跑透透，不用想了，那种肯定人更满啊。而且他是一个很怕热的人，不是很怕热，他很讨厌热，让他热的话，他会很不耐烦。例如 Kitty 主题，哦，那淡水是没有哎、欸，我、哦、这一场有点惨啊，这一场有点惨，啾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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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还是等一下来玩神界啊。哎，不要好了，好热哦！可是真的有点热。
不是有点热，真的很热。没有啦，主要是今天没有风，今天没有风，所以会觉得特别闷热。如果有风的话还好，有风的话，有风的话都好办事。重点是没有风，空气不流通，才会觉得特别的闷热哦。心静自然凉。哎，我心静不下来啊。我的心不在淡水啊。啊，钱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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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我要数掉了，要数了。哎，怎么这场死这么快啊？晚上骑车就有风了。我才六，好吵哦！升级队伍七点，三，剩两点，什么？冷却技能，技能可以造成更多伤害。我想点啊，那可以回收吗？我可以耶。哦，啊，好了，先这样啦，晚上看。看我们的伺服组回来没？有回来我再开，没回来就休息咯，好吧？我直接起了啦。我想一下哦。哦，说个好消息，我好像24小时没睡了，因为我昨天是没有哎，我是半夜三点起床的啦，所以我快24小时，没事没事没事，意外，没有24小时。没有啦，20小时没睡而已，还不快去睡？很热，怎么睡？好扯，还好吧？还好吧？我等一下要去洗澡欸，我要洗澡欸，重点还是洗热水澡欸，我洗冷水澡我会冷死，我会抖死。好扯哦！安妮，你的宝可梦还在想你。你是说宝可梦在想我，还是宝可梦睡在想我？好扯哦！没有，我发现我最近好像是睡一天醒一天呢，因为我前一天睡太久了。我前一天睡太久了，然后今天又睡比较少。我也好像这样已经持续一个礼拜了，就是一天睡超过12小时，然后隔一天就是都没什么睡，然后再隔一天又睡超过12小时。那繁星辛苦了，对啊，我前一天睡超过12小时，快休息啦，会啦，要了，所以。我才会说我没办法再加下去了。你刚刚，我跟你讲，我刚刚发生什么事情？你刚刚在吗？就是有个，就是刚刚玩的那个什么潜水员游戏啊，就是解一个神，你就想象解一个东之试炼的神庙好了。你好不容易解完要打 BOSS 的时候，他没有自动存档，要你再重新解。我好难过。好啦，我们来刷一场裂空座，就一场。就这么一场裂空座。先关掉游戏。这个自己私下玩就好了啦，这个我就开台玩这个。好难过聊天室哦、喔。
你也空座哦。有没有刷到裂空座啊？开到早上，不要难过，还好哎，我已经看开了。不是我今天宝可梦睡啊，然后我忘记绑定账号，现在就是因为找不回来。现在有在找那个啦，找客服，然后等等消息。有玩点饼干吗？有啊，其实玩到蛮高等了。但是后面就感觉就是我那个点击饼干，我玩了半年，你知道吗？游玩时间是半年以上，还玩过点点英雄。我那种点击类挂机类游戏都会玩特别久。等一下洗澡，希望我们那种说喵喵的业障能帮到你。哎，不用好吗？我这个业障，我刷那工作已经刷了不知道几下，哎，有一万次了吧？你想一下，这是两年前游戏，哎，哎呦 ，Hello， 各位，紧张刺激来咯，我打三叉戟的好运可不可以用到这边呐？哎，果不其然，没有。哈哈哈哈没睡意的时候就别勉强，但是累的时候也在身体下舒服。对啊，没事啦。那个有时候烦的时候，心情不好的时候，真的就是不想睡啊。就算睡了也是浅眠嘛，一两小时就起床。你知道为什么那么坚持要把那个账号找回来吗？啊，那个里面有安妮的好友，那个肯定不能放掉的啊。你看。有我们安妮的好友，好啦，说拜拜环节咯，来说拜拜。七七七的七，安安可是要关台了欸。阿以轩晚安，拜拜。雪莉晚安，拜拜。爱茶德晚安，拜拜。番茄晚安，拜拜。摸摸茶晚安，拜拜。妮妮默默晚安，拜拜。晚安。退台了，明天要上班，好，拜拜。冰蓝色晚安，拜拜。硬怀晚安，拜拜。红云晚安，拜拜。青蛙晚安，拜拜。望月岭晚安，拜拜。Coco， 哎，拜拜。Coco Cola 晚安，拜拜。啊，月岭在不在？月岭，赶快出来，让安妮姐姐看一下你的名字改叫什么了。安妮晚安，拜拜。丽恩晚安，拜拜。哎，安妮，我跟你讲哦。月灵现在不叫月灵月灵了，他改叫什么盘子月灵了？月盘月灵吧。他别人台被叫盘子了。丽丽晚安拜拜，芝芝晚安拜拜，温洛晚安拜拜 ，No Bye 晚安拜拜，珍惜晚安拜拜，七七七晚安拜拜。以西人晚安拜拜，韩特晚安拜拜，小小子晚安拜拜，爷爷晚安拜拜。对，他要盘灵，盘灵古玉，越来越盘灵。对。哎，好啦，那就到这边啦，大家晚安啦。